警报响了啊！刚吃完饭，警报响了，这人都躲在这儿。第二次，这个酒店有点意思啊。昨天是避，这是避难的地儿。这个我原来早餐也在地下室。这好，这好，这好，有点意思。刚刚打完导弹，我的房间里吓死我了。哎呦，四枚导弹。利沃夫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科兹茨奇向媒体通报称，当天利沃夫遭到导弹袭击，造成了七名平民死亡，十一人受伤。在记者会上的回答环节中，针对凤凰记者关于当地安全现状方面的提问，利沃夫市长萨多维伊表示，这次突袭事件再次证明乌克兰的城市和郊区时刻会处于危险之中。空袭警报，空袭警报。这里是利沃夫，利沃夫大街。今天是4月18号上午啊，今天上午8点多钟，利沃夫整个被四个导弹附近啊被炸。我现在走在利沃夫大街上，现在呢天上正下着小雨，人烟稀少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那几家店呢，饭店呢，我经常去吃的地儿，就那天警报来了，我吃一半跑地下室去。刚吃饭，警报声响起，然后那个必须要到地下室去。饭他们拿到地下室来，你说这服务员上来了，他们会拿到地下室来，完了那个全部要防空。你说吃个饭都这样，你看外面全部警报，哦，你看到。我以为要跑出去呢，到地下室吃饭。你说这个人要在这儿待，你就待3天吧，我估计基本上就疯了。但这个饭店特别漂亮，好几百年，你看人家那个全在这儿待着了。这也是我经常来买咖啡，早上咖啡店都不关门，就这家店开。然后呢，里面有买一些水果啊，买一些土豆啊，东西很丰富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住的地儿，这条街啊，这个楼上啊，然后对面就是市政厅啊。大家做直播的时候都能看见这个楼在后面的窗户。你看，大家一直看到这边有四个角都有这个铁皮包装。哎呀，我一开始来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后来人家告诉我，我到现在也没看到。他们说是非常漂亮的，而且制作非常精美的，那个雕塑，正叫圣母教堂。看，全部铁皮包着，哇！响起空袭警报，我现在赶紧要跑，跑哪儿？你这么走，没事，我往那边走。啊，对，我从这边走了。那再见啊，你当心点啊！警报响了啊！警报啊！警报，赶紧躲起来啊！警报了！我们跟领像，我们特别记者，听着声音。